你也像曾经的我一样，有这些困扰吗？想出国念书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准备。要写申请学校的 essay 时，脑中一片空白，不知从何写起。别担心，这些问题 Alex 老师帮你一次搞定。In fact, I applied to Harvard only because it was on the common application, and I don't need to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application. So I figured maybe I'll just fail the application, and then one day, maybe like today, I could tell people that I applied to Harvard, and that makes me sound really smart. Hi, 我是 Alex. 我在高中的时候申请上了哈佛大学，并在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帮哈佛大学做面试官。我从2006年开始辅导台湾的学弟妹如何申请上美国顶尖名校。编辑了非常多篇大学的申请作文，并成功辅导上百位学生申请上美国前20名的名校，包含哈佛、MIT、UPenn 以及 UC Berkeley。在不久之前，我受到 TEDx 活动的邀请，分享我在大学的读书生活以及如何申请上名校的游戏规则。在过去辅导学生的经验中，我发现亚洲学生及家长缺乏美国升学的成功经验及正确知识。加上网络上有琳琅满目、杂乱无章的升学资讯，让学生在申请大学时毫无头绪，最终无法申请上心仪的学校。这次我要跟大家分享名校审核学生的游戏规则，以及完美留学作文的写作方式。在课程中，我会告诉你八个亚裔学生在写 college essay 时最常犯的错误。这些错误就像是用叙述而没有用描述的方式写作文，或是写了履历式的作文，又或是尝试在作文里塞太多 SAT 生字等等。如果你在你的大学作文里也犯了这些错，那你的整份申请表将会被大大扣分哦。改掉这些错误习惯后，再教你六大写作文必备的元素，包含像写故事或电影脚本，呈现出你优秀的个性，用象征法说出你的故事，善用感官描述人事物，有个吸引读者的开头，以及解释为什么这所学校是你的 perfect match， 让你的大学作文可以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。这堂课将用中英双声道的交叉教学，内容包括分析留学申请作文题型，解释不同的写作技巧，手把手的教你写出大学申请作文。让我从常春藤大学的官方角度出发，带你顺利拿到名校门票。如果你家中有打算出国留学的孩子，或者你即将要申请美国大学，甚至你现在正在准备申请，但毫无头绪，急需寻求帮助，那么这堂全台首堂的线上留学作文课，将会让你的 College Application Essay 成为名校的录取制胜关键。那我们在课堂上见咯，拜拜。